你要想哭，就哭吧。那你把脸转过去，把耳朵捂上。其实我挺难过的。我当时看到那个台本的时候，就觉得那个风格差别太大了。我甚至觉得有些剧情有点眼熟，可是本来刚想查的时候，老板一催稿，我就想着算了。如果我当时多想一下，再多检查一下，可能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其实也不是你的错，就算你不做，他们也会让其他人去查的。我不是不让你听吗？我的手隔音不太好。被他们骂，就当做是我做错了事的惩罚了。人嘛，做了错事就要勇于承认啊，这样才能越走越好啊。要知道怎么输得一败涂地，才能赢得光明磊落。这话谁说的？我说的呀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下次我一定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我要让那些骂我的人都乖乖地喊着真香，追着我的漫画，催着我加更。其实你比我要勇敢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今天。就只有今天，就让我任性一次，借他肩膀靠一靠。从明天起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乙方的，一定。我去坐地铁了。我送你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早高峰挤得很，我先走了。